今天我们来讲 802RA 的接法和电脑画图应用。首先，灯带的正负极接到变压器的微加和微减，灯带的信号和负极接到控制器的 GND 和 DAT， GND 是负极， DAT 是信号，然后网线接到控制器的 IN 端口，接上之后打开电脑，确保自己的电脑 IP 网段是 192.168.1 网段， WiFi 确保关闭，然后打开 LED 演播软件，然后有个 H802RA 设置，打开之后可以看到 802RA 的各种参数。设置造型，打开之后确定，打开之后在这界面上面可以画自己想要的各种造型的图，画点击即可，也可以，然后在文件这里可以新建这个页面，这边选择四条线路一个分控，单点1024，然后设置这里有个分控设置，这有个灯具类型，可以按照自己灯带的不同选择之后点击应用退出，然后关闭这个界面，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面有个起点 XY， 选点设置成0，这表示在你电脑这个电脑的在上面的位置，然后高和宽选择和刚刚页面一样的大小，就画图的大小，页面大小。设置好之后，应用确定，然后打开麦爵士软件，首选项配接，打开，然后在这里正距设置和刚刚一样的大小。设置好之后 ，OK， 添加。添加之后，方案有个 DVI， 选择 DVI， 选择之后在这边计数设置和刚刚也是一样的大小。设置之后添加完毕，然后关闭这个界面，然后这边有个预览，外部预览，点击 DVI。然后预览，外部预览这边锁定位置和总是在前点击，然后打开 LED 演播软件，然后这边有个绿色的箭头播放键，点击，然后在麦爵士上面做各种自己想要的效果，然后就能在灯带上面实现出来。